我是不会多管闲事儿的。关键是太麻烦了，你知道吧？还得帮他去找人，我才不帮他找呢。冠冕堂皇之词。全军出击！忘恩负义，谢谢徐一涵，谢谢爷们儿不稀罕，不忘恩负义，小孩啥也不懂啊。还有四分钟开奖啊，兄弟们，来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错，独自平静一会儿吗？晚风，哈斯给，真猥琐呀！拖一刀，平 A， 平 A， 往右边走，平 A，Q 闪接平 A 点燃。好快的刀，好快的刀啊！一 Q 耳裂，回家了。谢谢，我是敌方小兵，不回家，慢一点回家，这样我们可以买一个皮材，买一个短剑，还能买一个小药。你皮肤呢？谢谢 Bill 阿哲，我以为有皮肤呢，他让我延长福星计划，我以为有呢，你知道吧？完了，一看没有，一会儿买个福星计划的，给整点皮肤。谢谢阿哲的十个办卡。还有最后三分钟开奖了，就十九个人参与了我们的半场抽奖，就十九个人呗，直播间啊！我刚才这个 Q 闪接点燃就拼上十九个人给我办一张卡，中方无罪之人。啊，中方。A 接说，一上来，一口耳裂，平 A， 平 A 可以打，平 A 戳一刀，我有鞋，再戳，啊，中风，哎呀妈，这家伙真是一带带这么一裤衩的人过来，我天哪！我不会怀着耻辱。一上来中风，戳一刀，平 A 一出耳裂，平 A， 平 A， 平 A， 戳一刀接平 A， 接平 A， 再戳，这轮带的是点燃。帮平 A， 平 A， 平 A 说一死，一回来完美扛塔，盖伦也得死，塔个眼儿来。他中风，说一刀，平 A， 一 Q 耳裂，说一刀，啊 ！buff 传递者还有点燃，我靠！谢谢蓝莲汉小迷妹儿，出血没？出血了。此前之事，欲斩
谢谢猴哥小粉肠坐下来聊聊和卢莫斯老公。还有二十秒开奖啊，最后二十秒了，兄弟们。双 buff 不想要了是吧？中风，这都没中风，我操！仁义道德。下波我有点人，看看他盖伦怎么办。谁中了？恭喜又有区区，我们再来个300的办卡抽奖啊！要参与可以参与一下，谢谢漂亮女孩。这盖伦怎么的？双 buff 就留着了呗？那拿双 buff 不打架为了啥呀？人消失了，我靠！玩不玩啊？别再逃了！有些事绝对不会忘。啊、哦，我们家四杠死了。这家伙，不碎浪迹天涯。人直接没了，五级18个兵，150块钱赏金，人直接消失了。吃我一戳，中风啊！头六 K 轰！这不还是得死吗？这有啥用啊？猥琐半天，五级搁塔下。也不知道干啥去了，这半天。满血给大，那他不给大打怎么了？他没技能啊，他只能试试能不能换我了。打中方，他拖一下，哎，闪现没闪出来，我直。这把不能再狼了啊！这把这一波将是我最后狼的那一波，最后一波不能再狼了。从现在开始，我将不死一次。且随疾风前行，首先上塔的，别让他吃塔皮。谢谢溜翻和又有虚区，谢谢老猫，谢谢东东。不可久于一处。如遇赴死，寡妇可能搁旁边。我们先去他野区看一眼啊，那寡妇那边没大，完了松露死了，这家伙，寡妇有红，说明红没了啊。这松露这刀锋我能打过不？他七杠一，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好使啊，他七杠一呀。
风，可以。辛克斯把他杀了，1000块。灭亡之路，打人太疼了。中风。点燃消失再洗洗，塔下战神算是让你玩明白了啊！中风死一个，600。他中风，他中风，啊！吐溜开，通。我真是个傻逼，没吃到傻逼。哎呀，我值！不过我们吃了个石头人，也不算太亏吧。且随疾风前行，身后已需留心。石头人还价值100多呢，这小问题。推波中塔吧，帮你把中塔推了，省得他刀锋拦不住。截断谁的退路？中风！哎呦，我操！我以为对面火箭。这都没死，主要是寡妇来了。中风，别着急，回家啊！回家，这不不能再打了。哎，我擦了，我是给你们点脸了，我发现。中风，头溜开，通。来，小兵。我杀！啊，中风，600。Shut down。退下。谢谢，又有续区，还有50秒开奖了，兄弟们，来个半卡就可以参与我们300的抽奖了，直播间。走，打个小龙的。
他要杀金克斯的话，我直接给风墙中风。回家，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后悔，你先回。嗯，要是寡妇来了，我把他杀了，你死了也死得其所了。无敌了。这个故事没有完结。发图六开通，还能被瞎当呢？别已久，中风，没想到吧？我有跳弹。曼嘎拉八成美甲窃魂卷，闪现耗点盐，戳一刀平 A 平 A 再戳，一上来300块美甲窃魂卷给我拿下。咦，戳一刀平 A 平 A 再戳450，上个刀锋吧。挡住，中风，戳一刀，一平 A 戳一刀回来再戳，怎么还我们家死的还多了呢？啊！树叶的一生。有动静！操了，旁边有个莫干辣。人家都出完绿叉，然后再出个繁星提醒，我也想这样来一把。我看看，老飘逸了，这样攻速老快了，又飘逸又快，我决定来一把。就发的莫干了，完了，走终结，打个红的，希望他们不要打大龙，我们应该不能打。这攻速多快呀！这攻速老快了，这水银我会用那玩意儿了吗？风头流开通，不行事儿，一打二才能杀一个，那刀锋怎么打人这么疼？我操了，这个英雄，我也把他删了，气死我了。恐惧的。
别揍他。那边在打小龙。风啊吐流开通没有动工吧他兄弟们三打一兄弟们三打一都是弟弟没一个好死的呀突然不想出这叉的了，我出点别的。大雷一会儿换吧，要不？出个蓝盾，怎么样？无助之人，方可安顺。一会儿换吧，装备可以换。没关系，我这荣耀离别已久。别打，不好的。打大龙，寡妇死没？干刀锋，干的！来大龙，来大龙，大龙！怎么打大龙老快了？可以大龙了呀！帮这梦魇扛一下子啊！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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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刀锋过来了，来个蓝盾，把这个叉子给他卖了，换个破败。1820，这波没封墙啊，兄弟们！没封墙，推中推中，来中团，别越塔，别越塔就行。交闪了他，他交闪现了。跟你说，你那痛苦之拥，快走！痛苦之拥一会儿把你杀了！我操！痛苦之拥没打过他，牛啊！往我这儿，往我这儿，往我这儿，往我这儿！哎呦我操，跑得真快！你跑的能有我快？我他妈两个叉的！干我！
剩刀妹一个呀、嗯、我还真就不太虚他，我说句实话，现在他在我面前还真就是个弟弟，吸点血呀。冲锋，把头流开，冲！你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使，小伙子。寡妇是不是打龙呢？这三蓝，这蓝 buff 没了。我操！你还在这打龙，蓝盾减速，谢谢。一出耳裂，莫格拉这么喜欢过来，我中风，猜，没事。画风墙说一下，手势中风哟。蓝盾减速，一 Q 耳裂，头流开，我这也进塔了，这是怎么进的呢？我就没明白了，投降了。Victory. 再给大家来一波300的办卡抽奖啊！有参与可以参与一下。谢谢熊猫战神曹孟德。